糟羹，台州地区独有的民间小吃。传说就在正月十四，戚继光带兵到了临海，城中已无粮草，但他不想惊扰百姓，就让将士们把剩下的粮食磨成粉，熬成糊状，再放入各种时令蔬菜和豆制品，为了驱寒还会加些酒糟，于是就成了独具风味的糟羹。而因为那样一段往事，临海人过元宵节也比其他地方早一天。正月十四闹元宵吃糟羹，成为当地独有的风俗，延续至今。他花了几万是这个吧，都要来我这里啊。光饼，浙江福建沿海随处可见的风味小吃，传说就是戚家军抗倭时军士们的干粮。烘烤成型的面饼中间有小孔，用细绳一串就可以随身携带，边走边吃。后人为了纪念戚继光，就把这种点心命名为光饼。为民造福、建立功勋的戚继光，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融入了沿海人民的日常生活。在台州海门卫有一座城隍庙，相传曾是戚继光驻兵之地。戚继光调离浙江后，当地老百姓把城隍爷请了出去，将此处改建为戚继光生祠。今天这里成了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戚继光纪念馆，周边道路也被命名为戚继光路。其实一了，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做木工的。莫康春老人是台州的传统船模制作人，他的船模用料扎实，做工细致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这艘冲桥船是按照明朝战船的样式仿制的，船体用的是进口油木，完工以后就会被送往台州的戚继光纪念馆。下面是要送人的，船可以动的，人都可以贴的。我那一条船想送给戚继光纪念馆的，这条船啊，起码要十万多了。开小了不好开，大一点的船起怕不一样的。2018年2月的一个早晨，大家将莫老的船模装饰一新，运往50多公里外的戚继光纪念馆。请直行。这一路途经当年戚继光练兵的外沙路、海门卫、雁青门、南门河。当心，要低一点。好。跨越400多年的时光，今天的人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英雄相遇。
这是一艘2019年刚刚下水的仿古大浮船。浮船是福建沿海一带歼敌海船的统称。在明朝中叶，因为倭乱，浮船被改造成了各式的战船。这艘浮船在我们张湾造船厂造了12个月，它这种做法呢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水壁隔舱的制造方法，这种工艺在我们家族流传到现在已经有24辈，650年的历史。所谓水密隔舱，就是用隔舱板使船舱之间相互独立，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。一个船舱受到损坏，其他舱不致进水，船舶也依然能保持浮力，不会沉没。因地制宜，匠人们还会用海蛎壳和桐油捣炼成桐油灰，再拌上麻丝，用来填充船板之间的缝隙。浮船采用的水密隔舱技术，在1795年被英国海军应用于新型军舰的建造。戚继光也曾在他的《绩效新书》中描述了浮船：高大如城，威力大洋，不然多江于前等特点。戚继光来争衡宇那个年代他在我们内湾里面的船是没有这么大的，比这个小了1/3或者是一半，他船上住的士兵是有100多人。戚继光用了差不多6年时间成为驻江大地上最为重要的抗倭将领，他的戚家军声名在外，浙江沿海一带也恢复了宁静的生活，但邻省福建却苦不堪言。用戚继光自己的话说，北自福建福宁沿海，南至漳泉，千里萧条，尽为贼窟。公元1562年，明嘉靖41年的6、7月间，戚继光带领着部队驰援福建。戚家军从温州出发，行舟数日，登陆后穿山越岭抵达福宁。今天的福建霞浦就是当年的福宁州府所在。倭寇作乱的日子里，先后构筑城堡40多处。沙江镇的八宝村曾经为抗击倭寇骚扰建有古堡，至今还可得见东西2座城门以及保存完好的城墙。城堡内的街巷还是旧时模样，因为这原汁原味的古村风貌，每年都会有许多学生来此地写生。当年倭寇的侵袭是宁德一路上下300里，3年秒绝人烟。此刻的戚继光要让戚家军明白究竟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。凡你们当兵之日，虽刮风下雨，袖手高作，也少不得你一日3分。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哪来的。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？你肯思量，
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，既当思量今日拾银容易，又不用你耕种单作，养了一年，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，你不肯杀贼保障他，养你何用？戚继光擅长诗文，并非一介武夫，但在《绩效新书》中，却有这样平实而质朴的文字，让士兵们知晓上阵杀敌的意义。盘踞在宁德城东北横屿岛上的一只倭寇，首先进入了戚继光的视野。从空中俯瞰横屿岛，可以得见它四面环水，唯西面靠近陆地，倭寇曾占据此地三年，在岛上结巢筑屋，四处劫掠。当年涨潮时一片汪洋，退潮时淤泥成滩的景象依稀可辨。横屿岛易守难攻，如果不快速登岛歼敌，就会遭遇潮水上涨，功亏一篑。此时的戚家军中有陈大成、吴维忠这些来自义乌的得力部将，他们追随戚继光已一年有余，军中配备精良的武器，反复操练过高效的阵型，且有着严明的赏罚制度。这是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铁军，他们也成就了战神一般的将领戚继光。横屿之战是在八月初八，这是戚继光第一次远离自己的防区，也是他的戚家军第一次远离家乡作战。许是未战以前渐渐算个全胜，主张算定战的戚继光会充分谋划如何对敌作战。戚继光了解了当地的潮汐情况，利用横屿岛西面的滩涂开始强攻。将士们覆草填泥，伴随着战鼓声声奋勇向前，很快就占领了横屿岛上的倭巢，最终歼灭岛上所有的倭寇，解救民众800余人。横屿之战让福建民众看到了剿灭倭寇的希望。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，戚家军发挥连续作战的传统，依靠奇袭、伏击和乘胜追击，接连取得牛田、林墩大捷，扫荡福建境内大小倭寇接近万余。今天因为下过雨，所以说我们看了底下是白茫茫一片处的，就是宁德的县城。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是这个宁德通往福州的一个古官道，叫白鹤岭官道。宋京是宁德当地的摄影爱好者，这些年他热衷于用相机记录家乡的历史人文遗迹。这一天的白鹤岭云雾缭绕，颇有古意。南宋年间修建的白鹤岭官道大大缩短了宁德去往福州的路程，一直都是福州连接闽东与浙江的主要通道。明嘉靖41年八月，戚继光在横屿这个大败倭寇以后呢，就是通过这个古官道前往这个阜新。一年360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。这一次的福建抗倭用了3个月时间，戚继光率部凯旋回浙。一度溃逃的倭寇们居然开始叫嚣：“七老虎去，五幼何惧。”不久，倭寇卷土重来，洗劫了福建兴化。兴化府城所在
就是今天的福建莆田，它的陷落震动了朝廷。此时戚继光的辖区已经横跨浙闽两地，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，戚继光重回义乌，又招募了10000多名壮士，再次前往福建抗倭。这是霞浦县东关村的义乌城隍庙。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供奉城隍作为当地的守护神，但像这样的异地城隍庙十分少见。戚继光那个来我们霞浦抗倭的时候啊，就把义乌的城隍爷呢带出来保佑他的士兵，后来呢打胜仗了，我们这边的当地群众把这个城隍爷侍奉起来了。他的娘家等于说就是义乌来的，义乌每年都有来这边对接，等于说我们像走亲戚一样。义乌兵保境安民，戚继光平倭卫国。嘉靖42年的4月，福建抗倭的又一经典战役打响了，攻陷了兴化府城的倭寇，就盘踞在东南的平海卫。这里是一处面朝大海的半岛，明军采取了正面突击、两翼包抄的战术，速战速决，歼灭倭寇2000余人，解救被掳民众3000余人。在今天的福建莆田，当年的兴化府城、平海卫城，已经看不到城墙的实物遗存，只有距离莆田市区约40公里的莆玺，还保存着1335米长的明代古城墙，以及精致的古城门，和20多幢明清风格的古民居。这一带的老百姓至今还沿袭着正月初二不登门、初五过大年等习俗。究其原因，正是因为当年的倭寇在正月时分侵扰此地，新年里的氛围也变得格外复杂而凝重。老百姓对倭寇恨之入骨，也对和平安宁的生活有着更多的期望。继平海卫大捷后，戚继光又取得了仙游之战的胜利。在今天仙游城的小巷深处，还能看到一处古朴的庙宇，门前挂着颂扬戚家军的对联。一向谦虚的戚继光也曾评价过自己在福建指挥的一系列战役，自后倭寇脱归者，使之犯华不利状，于是乎倭寇不敢复窥八民矣。当年的福州民众就曾在虞山平远台为戚继光设宴接风，后在此地修建了戚公祠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到过这里，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一阙《满江红》。300年来，我华夏威风久歇，有几个如功成就，丰功伟略。八剑光寒倭寇胆，拨云手指天心月。从嘉靖34年离开山东赴任浙江，戚继光在中国东南沿海10数年纵横万里，消灭倭寇数以万计。戚继光一生确实是没有打过败仗，但是他这个还有几个特点，就是他长胜将军当中很少有的，那就是一个他打的是一些歼灭战。对于倭寇来讲，你只有大宋近迁才能渡其再来。第二，他就是他损失兵力很少，这个华捷之战也好啊，就是3个人死亡，彭宇大哥十四战死了13个人，用这么少的牺牲的人
取得那么大的胜利，在中国古代将领当中我看难找。另外这就是救出了大量的老百姓，因为倭寇他是到处抢老百姓的，那老百姓都说生我父母兮，使我再生兮，其冤父啊。平海卫有一处不起眼的张善庙，是为了纪念莆田当地的两位抗倭英雄而建。这两位英雄追随戚继光英勇杀敌，为国捐躯，戚继光就将他们的事迹上奏朝廷，建庙立碑。于是这一处小小的庙堂由朝廷敕封，可以悬挂帅旗。比照各边阵亡势力，与各战捷地方立于祠祀，树游魂有归。明知身丧他乡，孤儿寡母有所不顾者，亦望朝廷续其后人。这是隆庆元年戚继光上书朝廷的一些文字，并且不厌其烦地将阵亡将士的名字一一呈给朝廷。吴元伦、杨贵、陈文清、陈四、胡文忠、陈文彪，这一刻没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迈，笔墨之间是最为真切的战友情谊。在戚继光看来，不战而屈人之兵另有一层含义，那就是消灭所有顽敌，给潜在的侵略者巨大的威慑力。2017年2月，一艘舷号为83的中国训练舰正式入列。这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海军专业训练舰，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海军人才在这里快速成长。这艘训练舰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戚继光舰。故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400多年前，戚继光写给全军将士的一首凯歌，言犹在耳。万众一心兮，群山可堪；会众于一兮，其冲斗鸟。生不自由。